我们今天跑来渔人码头这边，要来找积木共和国。这里风超级大。噔噔噔，我们到了哟，积木共和国，我们可以进去玩的哟。乔乔，你刚睡饱哦？你拿玩具，玩具要放车上哦。我们下去玩积木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玩具要放车上。熊，那个是很酷的，对，积木。这个是谁？这是维纳斯。上次光影那边有看到啊。这个是关渡大桥吗？应该是哦。悄悄，这是什么？红毛城。哇，这个是积木的画哎。这是淡水夕阳，好酷哦。然后这个是修复工程模型，这是模型，模型。我们再继续去前面看吧，走 ，Go Go Go！ 是好大的红毛城。这个中间都可以玩，他写请脱鞋，都是积木哎、欸。是渔人码头的桥哎、欸，情人桥，很多东西哇，还有这个船，对，它是熊熊，嗯，这是海关码头。很多东西，娇娇，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你们在跑跑啊？你们要进去跟小朋友玩的吗？我看你同学还在吗？走吧。你要拼什么啊？你们在玩什么呀？弟弟，你拼个飞机给妈妈，拼个飞机给妈妈。悄悄，你拼一个熊熊给妈妈，拼一个熊熊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叫爸爸帮你们拼，爸爸很强哦，爸爸是积木高手哦。这是谁拼的？爸爸这么厉害，这是你卖东西的啊！你把爸爸的东西用坏了，爸爸你的作品坏掉了，给爸爸修理，给爸爸修理，你拿去给爸比修理，给爸比修理，给爸比修理。你的店面倒了，店面倒了，爸爸会修理哦。你在卖什么呢？芭比修好了吗？对。好漂亮哦！你卖甜甜圈吗？对。很可爱吗？可爱。那提提在拼什么？提提，你成功了吗？在拼101大楼。101大楼，这么厉害，好强哦！我在拼一个空地，目前还在努力中。给我拼一个地板给你，厉害吗？你给爸爸看，龙龙，你看我拼的，很强吧？你的101就可以盖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哇，弟弟，你看，然后爸爸的店面也可以盖这边哦。我的宝剑。你的宝剑哦，怎么那么可爱？你要一支宝剑吗？快讲。小小，你要一支宝剑吗？爸爸会做给你哦。小小一直在捞，小小好搞笑。你在玩什么？大的积木啊！你不是要跟乔乔玩这个吗？你们在卖什么？你没有球球哎、欸！你们要卖冰淇淋吗？卖球球。卖球球哦，好啊。
变超大积木啊。你们两个超搞笑！你们的家被拆迁了，被拆迁了吗？我们要把它搬走。你要搬走了、哦？悄悄，你们家在装潢吗？寻宝吧，走。噔，弟弟嘞！哇，你们要跑去哪里呀？很多泡泡吗？这边风景很漂亮哦。这边是丢球球的吗？可能坏掉了。这应该以前可以玩。好像我看介绍说以前有 VR 还是什么的。这边好多用纸做的房子。刚刚那个应该就是这个，可是现在已经坏掉了。然后这边还有很多书，只是有点凌乱。你们在干嘛？他们在跑来跑去。叫你们呢！你们跑这么快哦，太夸张了吧！好，再一次啊，好。你们又跑出来了、哦，好，再一次啊！你们跑太快了，太快了吧，巧巧！你跑进去啊，要跑进去玩躲猫猫。走，找姐姐，找姐姐，你去走。这么快，你这么快，巧巧，你跑这么快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好，去。你跑太快了吧！好，抓到他了吗？还没抓到他，没有抓到巧巧哎！巧巧，我抓到你了，抓到你了！我们玩玩积木还可以看船呢，你看弟弟，你看好漂亮，还有刚刚看到的那个情人桥，你看那边还有喷水秀，对不对？好漂亮哦。你以后会来这里约会吗？会会哦，太可爱了吧。拜拜。